果冻果冻，快跑啊！岩浆马上就要上升了。什么岩浆啊？这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嗯，现在是没有，可等会就有了呀。你叫我走啊，我就不走。哼，果冻，你有反骨是吧？嗯，对啊，你叫我干嘛，我就偏不干嘛。算了，我懒得理你了，我得赶紧跑了。还好这堆跑酷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基本上简单自动跳跃就能上来。这里我们只要走两个方块之间，自动跳跃就能上去了。果冻，你有本事就别跑，等会岩浆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这样不跑我就不跑啊，那我偏要跑，不仅要跑，我要超越你。超越我？你还是算了吧，这种跑酷轻松过去。我看啊，是轻松狗带吧。你懂什么？我是故意狗带的，就是为了利用复活的无敌时间过去。我们这一滴血光靠跑酷技术可不行，还得靠脑子。切，故弄玄虚啊。哼，果冻，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嘛，你就和机关币做斗争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哈哈，臭小王子，让你笑话我，休息好了吧，自己也摔了个狗吃屎啦。刚刚只是不小心的而已，像这种跑酷怎么可能难得到我啊？接下来是弹簧跑酷，可是这里没有空隙时间，怎么过去呢？要潜行过去吗？完全不行啊，这要怎么过去啊？小丸子你好慢啊，我都超过你了，我就是弹簧关卡嘛，看我的。看你发射的姿势有多美吗？哎，不对，这里空气放快的。不是吧，果冻，说了靠技术是没用的，还得靠脑子，边上有空气放快。还有你说，我早就准备了。死鸭子嘴硬。不是吧，这都有坑的吗？安住潜行键过不去，看来这三条路都是假的。小丸子，你怎么还过不去啊？不是过不去吧？啊，臭小丸子，这里有坑你怎么不早说？你跑得那么快，我拦得住吗你？原来这里和上一关是一样的，也是有空气方块的呀。这就对了，对抗细节给拉扯摆头葫芦给 music。小王子，你怎么上去的呀？和弹簧关卡一样，旁边有空气方块。其实我就是考验你而已，不是我不知道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自己慢慢跑吧，我就下一关了，是迷宫，我可是迷宫小王子，简单。似曾相识，我又回到了起点。不信，再来一遍，利用背视角，这样才更容易找到出口。出口在里面啊，这怎么进去啊？哎，原来是虚假方块啊，谁能想得到啊？哈哈，迷宫，我果冻玩迷宫可是很厉害的。喂，小王子，你是怎么上去的？我才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，我才不想知道呢，我自己也能找到。似曾相识，好熟悉的地方啊。果冻，我都到终点了哟。哎呀，这关怎么过啊？你开启背视角，看到中间有空隙的地方，那里有虚假方块，直接进去就行了。哎，真的耶！你快上来吧，岩浆马上就要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小王子，还好有你，不然都跑不掉了。哎呀，和我这么客气干嘛？所以啊，你下去吧，敌是我的。啊，果冻你。